口罩36.5摄氏度，遇见、获得、失去、成长、释怀、缓解。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是一位类风湿患者哦。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，你看我的手现在就是变形了，右手更严重一点，我现在在轮椅上面坐着，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站立嘛，它导致我现在生活完全没有办法自理，目前跟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。今天呢也是小年，我在这里祝大家小年快乐。我们这边就是小年的话有个习俗会祭灶啊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希望路过的朋友也给杨洋留下一个你们的点赞评论，然后关注一下好不好，谢谢你们，走我们一起去吧。哥给你现在给他录一下我睡下去。妈妈，你求面是螺蟹冰箱吗？你求上那个工作啊？你出去要干什么去？我就看了一眼。还看一眼？我跟你说，看一眼，外边陌生人把你带跑了，带跑了，妈妈就找不见你了啊！你也找不见我了。可是我知道回家的路。你知道回家的路，人家把你拉到面包车上就不走了。快走吧，去找你妈妈。快去！你圆妈妈，哥哥你要给圆妈。你在说话吗？先改。超快的，对不对？超快，非常快。妈妈，哎，给我一点水好。好，磨磨黄了。哇，这疼了，心疼。啥个？我说的快。没事，你放。路上。好啥的？咋啦啦？咋啦？你错吧？姐，咱后摸，我的眼睛就是摸别的。奇怪了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有包袱吗？包袱。爸爸来，你别，对，你不能吃正常。你喝什么包？你想喝？喝什么包？等会儿把包包完好了。我包的是。这都备好了，还没开始。那就好，别晒着，走，开跑烟花的一瞬间。